这该如何是好？让开，妙才！夏侯元让，刚烈忠义之士怎能枉死？ 见指之处，我夏侯一族定当率领乔沛子弟一马当先，为孟德披荆斩棘，乃我等毕生使命。老大与我等亲如兄弟，谁敢与之为敌，愿当将其一箭穿心。 阁下之真气，世间罕见。 竟能制服化为妖魔的在下，正因亲眼目睹，渊才明白老大为何会对阁下另眼相看。为孟德，纵然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我二人必将助老大平定天下。阁下，且拭目以待。 听闻在玄德离城之际，遭到了吕布的偷袭，是吗？是酒，都是因为酒。若非如此，俺绝不会。此前便已多次劝你节制，该死！此次罪行，当受军法处置。这个蠢货！ 一德，万万不可轻言寻死。可记得我等当初的誓言？大哥，你若死了，
为兄岂可独活？那么，韩老张，待遵立后把城池夺回来，请大哥等俺。玉德，先稍安勿躁，某也同去。还有为兄，兄弟之责，当由兄弟一同承担。好，俺们去给他大闹一场。阁下也愿意帮忙吗？能有义士相助，必当如虎添翼。被兄弟三人颠沛流离，终于得到了徐州。如此得来不易之物，怎可轻易失去？若是可以，备真希望能不借助曹司空之力，亲手夺回石头。啊！义兄弟的誓言可不是随口说说，他们定会靠自己的力量夺回城池。